恭喜属鼠的朋友今年是喜事连连，化凶为吉了。在健康方面来说呢，只是两颗星，但是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啦。外出啊，开车的时候要特别留意，特别是在阳历的六月份和十二月份。在财运方面来讲呢，是三颗星了。对属鼠的朋友来说，今天的财运只是一般哦，必须量入为出了，也避免去参加赌博啊，或者进行一些投机的一些活动了。在事业方面来讲，恭喜属鼠的朋友啊，因为有四颗星。今年呢有升职加薪的机会，也有很多贵人呢来帮助，帮助他们提升他们的事业。属鼠的朋友必须主动跟合作的伙伴沟通，不要去得罪异性。比较好的月份呢，在事业上啊，对属鼠的朋友来说呢，是阳历的八月份。在学业方面来讲，恭喜属鼠的学子们，因为有文昌星的加持，所以是五颗星啊，所以呢，今年呢。就是在学习方面来讲是特别的好了，吸收能力也特别的快了。今年也因为人缘是特别的好，所以有很多同学啦、学长啊，甚至老师给他们很好的一些帮助，所以他们学业方面来讲呢是特别的顺利了。在爱情运方面来讲，属鼠的朋友是非常的好的哦，因为有四颗星，今年是爱情得意。可以啊，比如说考虑啊进行订婚啊、结婚啊、怀孕啊、生宝宝啊。但是呢，已婚的属鼠的朋友要注意，就是第三者的出现可能会导致一些误解啦、口角啦，甚至产生一些家庭的纠纷啦。总的来说，我们建议呢，属鼠的朋友今年必要避免贪花恋酒，以免误了大事。今年呢，要可以找牙医洗牙、见血或者验血。今年里面有很多贵人啊，要好好把握，可以进行一些喜庆的事情啦，比如说订婚、结婚、怀孕啊，甚至搬家、装修啊，都能够进一步去增强啊那些吉气了。